如果说是要提供宿舍给入生，我们觉得这的确不是一件坏事情。但是你为什么租的这三个地方都是同一个公司所有？然后这三个公司为什么又都是你们世新大学的家族所有？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就是世新大学用校产，你直接是公共所有，由学校来所有，而你是要转一手，透过你自己的家族变成是有一个盈利的机会？如果说世新大学跟这个三个地方的租金是显然高于市价的，那我们高度的怀疑它实际上这个入生的高额的住宿费用是透过了这个机制有机会能够转手进入到世新家族的董事会，而不是回到世新大学的本身。谈的其实不单只是在世新的问题上面，而是整个非常普遍的失效的一个问题哦。我们要特别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失效虽然它叫做私立大学，它绝对不是私人的财产，因为私立大学的经费是来自于私人的经费之外，还包括国家的补助，还包括学生的学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具有准公共机构的这种概念。那既然它是一个准的公共机构，它就应该要接受公共的监理。那我们其实说我们的这个整个诉求很简单，除了要去了解世新大学的种种的状况，是不是有所谓的私产通校产通私产的这个问题之外，其实更重要是一个校产透明、公共监理。世新大学的副董事长周成虎呢，实际上就是世新大学现在董事长的儿子，陈嘉玲的儿子就是周成虎。刚刚提到流传文化公司之前的董事长陈秋莹，是周成虎太太张静雯的妈妈的姐妹，又都跟世新大学进行了关系人的交易。世新大学的三间的入生的宿舍都是跟他们的家族进行承租，拿校产跟自己的家族进行承租，这个钱到底会流到哪里？我们非常的怀疑。因为世新大学的入生呢，其实他们就分租在好几个不同的宿舍，然后我们是以情况最糟糕的小九份为例子嘛。然后那个地方呢，就主要是3到4平的套房，然后每间呢会住两个人，然后每个人呢就是每个月需要付，大概我们平均算起来应该是8000块，然后每个学期就4万块。每间租金呢就是两个人，所以他们总共一间房间3到4平的大概要付16000元，然后所以就每平跟他来看的话就大概4000到5333元。世新入生所居住的那地方，他们的那个住宿基本上是大概是一般世新学生所需要付的1倍以上。第一点，它是一个强制性的，固然学校的说法都说交换生来的时间很短，他只能够帮他安排好，但是这个事前就收费，因为他们用的方法是说事前就收了10万块钱，6万块是学费，4万块是住宿费，所以事前就收费，让你非住不可的方式。那但是它的价格又显然是一个远高于市场行情的，那所以我们对它会有一个很大的质疑。而且就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做法也不是常见的哦，在各个大学里面对待入生和交换生，也只有我们目前听到是世新大学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董监事透过家族来进行关系的交易，这可能是很普遍的问题，那会展现在其他的采购各种的问题上。张静雯、周成虎的这个配偶呢，他曾经就在今年1月才被检调缓起诉，指控他在担任政中2006年担任政中书局总经理期间，台北市地检署调查认定他挪用基金会款项多达4000多万，购买不动产，支付澳门度假住宿费，购买股票，在他坦承犯行后补回挪用款后，或缓起诉缴纳处分金60万元，他已经有前科了。我们认为，坦白讲，我们认为他可能不是个案。在台湾的私立大学，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的问题。私立大学的校董们不把学校当成一个公共事业来经营，而当作他的家产。目前的这一个私校，他的这个董事会的成员啊，通常都是家族化。
所以我们认为至少他要强化所谓的公益监察人。那目前就我知道施效法他有规定公益监察人，但只规定拿到政府直接补助超过1亿元的这个学校才要有公益监察人。那这几年反而政府他很巧妙的都只补助各个学校，最多很多学校补助9000多万元，其他钱用别的名目，例如教学卓越的方法来补助，来回避要进行公益监察人的设置。这个是政府跟学校的合谋跟私资。第二点是说，目前政府在推动由私立学校自己进行内控制度，但是这个内控制度它里面也有规定说要揭露所谓的关系人交易，就是说你的这一个学校如果说采购或者交易的对象是跟自己的董事家族有关的，那要揭露出来。但是目前居然只规定说连二等亲以内的关系人交易才要揭露。所以换句话讲，像今天我们揭露的这一个周成虎的这个太太的妈妈的姐妹，这样其实也是显然是一个家族的关系人交易嘛，但因为他是三等亲，可能就不用在内扣机制里面揭露。那这显然是应该要加强管制的了，实际上是家族内部就应该要关系人揭露。所以第三点，目前私立学校的财务报表，固然政府也都有要求每年的财务报表要经过会计师查核然后公告，但是如果大家去看每一个学校，这一些财务报表都只有最初的初项，没有细项，它只有所谓的例如每年的营收，然后营收分为 最大项，例如说学费，然后例如说产业产学合作费，然后这个建教合作费，然后政府补助，我们根本不知道。然后还有支出，就分为最大项的人事支出、采购支出，这么大项，我们根本不知道他钱花在哪里，谁拿到了多少钱，然后以及跟谁交易。所以我们认为他应该至少要这个大幅的改善他的财务表。他作为一个非盈利的法人，他的这个公共的财务报表的课责的要求，应该是要远高于这个过去现在既有的这个，其实可以说是完全无法监督的状况。教育部还有政府相关的机关，应该要高度的提升整个公共监理的要求，不论说财务要更加透明化，内控机制要更加提升，财务报表揭露的事实要更加的充足，然后以及说整个的这个内控的机制应该要师生的参与、工会的参与，才能够改变现在流于形式，根本只是自己人做球给自己人的这样的一个陋习，能够有机会被改变。